英国王室照片，溥仪戴妃幼年时的萌照，溥二查尔斯王子是典型的妹控，这张是戴安娜王妃小时候的呆萌照。她身为爱德华斯宾塞伯爵的小女儿，但其一出生并未给斯宾塞家族带来应有的欢愉。她的母亲承受生男孩的巨大压力，这也是日后斯宾塞伯爵夫妇离婚的原因之一，对年幼的戴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。这张是蒙娃查尔斯王子和母亲伊丽莎白二世、妹妹安妮公主的温馨照。那时的查尔斯王子是典型的妹控，对安妮公主极为的宠溺。1985年，戴安娜王妃抱着蒙娃哈里王子、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、抱着威廉王子的同框照，画面温馨感十足，与后期的貌合神离截然不同。这张是凯特王妃和蒙娃夏洛特公主的温馨照，小公主的名字是对皇室过去和现在的致敬，夏洛特是查尔斯的女性形象，伊丽莎白代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和戴安娜是为纪念王妃戴安娜。这张是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的亲密照，卡米拉的头衔是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殿下，她还表示愿意接受自己不被封为王后而被称为国王的伴妃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